大家好，今天呢，老爹呢，要来用我们的男主角夏洛特打 PVP。那么呢，夏洛特已经很多人在使用了。那么，老爹看到目前在玩夏洛特的大部分都是配超级赛亚人2，就是卡利弗拉或者是黄悟空或者是红悟饭。那老爹自己的看法呢，我觉得组赛亚人队更好，因为其他的队伍超级赛亚人2的队伍真的很难组，Z 能力可以说是完全组不出来。Z 能力可以说是完全组不出来，所以呢，老爹觉得还是以 Z 能力为主，组赛亚人队。那么呢，老爹等一下会展示新版本的连段方式。你们可以看一下，中间前冲暴击之后会加入一个情报，虽然老爹不是太熟，不过我们可以试试看。好，对面不给我们试。就是刚刚那样，好，这个也是新的连段方式。靠腰。骗他闪，
好，这就是我们新的连段方式。基本上呢，有没有比较强，老爹还不是很确定。但是呢，老爹群组的朋友研究，以及国外的其他影片测试，似乎新的连段方式并没有比较强。不过呢，比较帅，知道吗？比较帅。那么用跟不用取决于你们个人。当然日后还有新的招式，老爹一样会公布在老爹的影片里面，甚至是有新的连段影片，老爹也会放上来。那么这一步呢，老爹就尽量以新的连段方式来打 PVP。 直接带走他的贝吉特。赛亚人队就是强啊，所以新的男主角不一定要跟超级赛亚人二组队。好，一只都不给他杀。好，基本上我们已经赢了。那么今天影片比较短一点，因为老爹今天靠北，今天有点事情。哎呀，这个呢，就叫做垂死的挣扎。一发小气功，就要他鸡鸡了。解放的吗？我闪，我闪。干，烦死人呐！
好，没有问题。什么？觉得意犹未尽吗？那就加码第三场，再让你们看看新的连段，以及赛亚人队的男主角。真的是最后一场了，再打我会迟到。好，我们的对手是818。非常的凶悍。800位暗输，好，不会迟。带走他。漂亮。
好。好，没有问题。那今天以上就是老爹使用新的连段方式打 PVP， 分享给各位。那使用方法呢，其实就是全卡你去套用气功长爆的方法，就是说你要提早前滑，然后提早集气，然后呢集气不要集太久，然后直接中距离的时候点击一下荧幕让它情报，情报完立刻再接全卡，以上循环就没有问题。那至于全卡接情报就很简单，气功卡完之后呢，疯狂的点击荧幕，它就会气功射完直接情报了。那希望这部影片有帮助到大家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大家拜拜。